为你在这个中国新年的期间，主啊，感谢你带领你的儿女们相聚在一起，在你的爱里边，主啊，请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也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祝福我们的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亲朋好友，主啊，让他们在春节的期间和我们一同享受着上帝同在的平安与喜乐，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喜乐、平安。我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让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握握手，跟妈妈再握握手，很高兴认识你。来来来，很高兴站在你的身边，快一块上来，快上来。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唱诗歌，放诗歌，第一首，带着你的欢笑，带着你的欢笑，带着你的歌声，一起来，带着你的诚实，带着你的心灵，走进美好的圣所。快把福音传。
感谢主，不管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经历了艰难或者挫折，或者我们遇到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神的恩手都引导了我们，带领我们走到新的一年。我们相信在过去的一年，上帝使我们生命来成长，也使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通过神的话语，通过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和睦，使我们的儿女呢在主的爱里边越来越健康的成长，像圣经所说的，在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全地，耶和华的眼目也看顾我们每个家庭。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要走进新的一年，过去一年都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像圣经所说的啊，让过去的都过去了，新的就开始。你们哈利路亚，忘记过去的，努力面前的，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来我们唱这首诗歌，走进新的一年，走进新的一年，心中甜美欢喜，新的一年，上帝的祝福又临到我们，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的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工作中。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利用这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我们都要开口，好不好？当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一宣告，祝福就临到我们，咒诅就被打碎。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无前却神落，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先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
真福气，是地上发芽结实，结出爱疼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会台语的举手，会台语的来来来上来来来来，来吧来来给我们读一遍。这首歌是用台语写的，我台语不太熟啊，我就听说叫残丢的白露丝，不欠缺虾米是吧？残丢的白露丝，残丢的白露丝，无欠缺虾米，无欠缺虾米，就白露丝不缺虾米吃的意思啊。来来，你说，大家学，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学这个台语啊。田中的白灵丝，田中的白灵丝，无欠缺虾米，不欠缺虾米。山顶的百合花，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味，春天很芳味。总是全能的兄弟，总是全能的兄弟。每日修树真福气。每日修筑真好气，好地上发芽结实，好地上发芽结实，显出疼痛的根基，显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满满，亲像海边涂沙，就像海边涂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好不好听啊？哎，你看他那个爱呀、啊，叫疼，他那爱读疼，那就非常形象。就我就记住这个残丢的百合，不是白露丝，永远不缺虾米吃。就是上帝祝福就是满满的啊，不管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上帝的祝福。阿们，我们再唱好不好？我们还是用普通话唱了，我们台语发音不准啊。我们一起来，残留的白露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鲜香味，总是全到地上的。上次真福气，是地上发芽结实，结出爱疼的根基。耶和华，耶和华祝福满满，心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们举起手来敬拜他，我要举手敬拜他。赞美唱颂他名永不息，天中的白露丝无欠缺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鲜香味，总是全到地上的，每日上次真福气，是地上发结实，结出爱疼的根基。耶和华，耶和华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来敬拜他，我要举手敬拜他，出欢喜的歌声，咱们颂颂他。我宣告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祝福满满，心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我要举手敬拜他，求欢喜的歌声，赞美唱颂他名永不息。赞美唱颂他名
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生活一无所缺，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爱里边来成长。主耶稣，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儿女，也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看到你要恩上加利，上加利的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让你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这个春节的家庭联欢晚会就开始了啊，我们现在就开始了。那我们家庭都是表演节目的顺序一般都是从孩子们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节目是我们儿童的表演，我们大家掌声来欢迎他们啊！儿童的表演是祝大家春节快乐，我们来请这个儿童们。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好好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
传福音怎么传呢？听唱看我们跳，好，我们就看你们跳。喜雨庆丰收，恩典慈爱传华夏。喜欢不喜欢？喜欢。好，感谢主。好，请各位弟兄姐妹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福音是个好消息。来，我们一起来唱。唱一遍。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一起都起立啊！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好。来，我们请他们放，就跟着唱。音乐起。Music。放鞭炮，好，一起来唱啊！一起来可以跳跃的唱，跟小朋友一起唱。这是好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事迹，新儿的就有福气。传福音，传给朋友和
收，恩典慈爱传华夏，丰收华夏。阿门，哈利路亚。来，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哎呦，红包给了。送小朋友们用掌声来欢送他们，哈利路亚。哎，接住啊，接住，好，感谢主。祝大家新年快乐。好，给我好不好？感谢主，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啊，也感谢小朋友给我们排这么好的节目。那我们小朋友呢，这个练了两个月了啊，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也谢谢这个静老师他们这个团队，啊，带领小朋友他们排练，准备这么好的节目。谢谢大家，感谢主，小朋友辛苦，谢谢大家的合作。好，春节快乐啊，小朋友们春节快乐。好，我们第二个节目是啊，这个Ontario团契给我们表演的，看见神的爱，好不好？是这个我看见神的爱，是歌舞表演啊，歌舞表演。我们来把掌声归给耶稣，来请他们上台。Oh.
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的爱吗？在过去的一年里，神的大爱充满了我们的生命，在温暖的阳光，在澎湃的海洋，在我们蹒跚的脚步，你看见了吗？好，看见了，我们就一起起立，让我们再一次来唱《我看见神的爱》，让我们在新年伊始多多的数算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爱。神的大爱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啊！Ontario团体全体的弟兄姊妹们，祝大家新年快乐，福杯满溢！谢谢。好，感谢主。那我们啊，都看见神的爱了没有？请坐，弟兄姊妹，看见了举手说阿门，哈利路亚。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爱，我们生活才有目标，我们才有信心啊，才有力量。那我们现在有个特别的节目，是我们窝囊团契啊姐妹们的节目啊，弟兄们都没有参加，弟兄们在后边为他们祷告了，主要是啊，我们有演的，有祷告的，有在前面打仗的，有准备兵器的啊，这个有看守兵器的都有。那我们请这个窝囊的这个时装秀。啊，今天有个时装秀，很特别的啊。那么，2015年流行的衣服今天都在了，全世界流行的。那然后呢，我们请这个啊，这个伊斯维尔的话剧来准备。Pour traîner dans un monde sans toi, sans espoir et sans regret. Et si tu n'existais pas, j'essaierais d'inventer l'amour comme un peintre qui voit sous ses doigts naître les couleurs du jour.Reviens pas. Et si tu n'existais pas, dis-moi pour qui j'existerais. Des passants endormis dans mes bras que je n'aimerais jamais. Et si tu n'existais pas.Je ne serai qu'un point de plus Dans ce monde qui vient et qui va Je me sentirai perdu J'aurai besoin de toi
n'existe pas. Dis-moi comment j'existerai. Je pourrais faire semblant d'être moi.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at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at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So happy in a crowd, whose eyes can be so private and so proud. No one's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ll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 the why and wherefore I'm alive, the one I'll care for through the rough and ready years. Me, I'll 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For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She.时装模特的总设计师郝丽霞姐妹，我们给她个掌声。哎，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些姐妹你看很年轻啊，最大的都60多岁了啊。我不想暴露她们的年龄啊，这个但是她们今天就是在过年打扮起来真的年轻啊。哇，看到每个都婀娜多姿啊。好，感谢主，把掌声归给耶稣，哈利路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日子。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话剧啊，小品，话剧小品是由伊斯维尔团契啊他们来为我们表演啊，这个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但一定是非常好的啊，大家来拭目以待，这个比春节的小品好多了。感谢主。舞蹈阙志玲准备啊，舞蹈阙志玲准备，谁通知阙志玲的这个表演者？今天啊是美国的小年夜，
如果按中国时间的话，就是大年夜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可热闹了，一到春节啊，挨家挨户去拜年，顿顿山珍海味的。可是呢，在这儿也没有放假，但还是要打扫打扫，多做几个菜。啊，做太多菜啊！哎，今天可不是我们两口子吃啊，今天要来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团契的茶经今天晚上在我们家呢，所以好热闹啊。哎，我记得去年回国的时候，我妹去妹夫家了，就我爸妈两个人，他们说如果我不回去啊，可冷清了。结果呢，就外面吃一顿。我说啊，还是我们这些在美国的游子更在乎春节呢。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哎，老公，你回来啦！你这是在干嘛？啊，烧这么多菜干嘛？今天过年嘛，大年夜啊。大年夜，这是美国啊，又不是在中国。闷的菜没过踏实的，做这么多菜干嘛？太浪费了。哎，节约也不差这一顿嘛。今天晚上弟兄姐妹都要来啊。都来啊？对啊。今天过年，今天查经啊。你这么多人又不沾亲带故的，来干嘛？哎，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本来就是一家嘛，而且何况呢，我们还是神家里的人啊。那好吧，好吧，你跟你神家人去过，我走了。哎，你干嘛呢，老公？我走了，老公。哎，许妈妈来了，许妈妈，进来，进来。啊，好亲热。过来，刚我就不行了，哎。说了，哎呀，是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心情不好？你们看看，哪有这种事？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退休金，一下就缩水了，心里一急，听他们说要投资什么什么，钱又少了一大半，何况其中还有好多是孩子的教育金，我急都急死了，明年不知道这个学怎么上呢。妈，你别操心了，我可以到外面去打工，也可以上银行去贷款，大家都这样做的。哎，对了，你不是以前教过我一首歌吗？这个孩子是啊，以前你教他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好像是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好了啦，你们都不要唱了。我知道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现在有谁？又是愁吃怕没得穿呢，谁神可以让我的孩子读完这个名牌大学吗？哎呀，徐妈妈，中国人总是觉得要读名牌大学，其实不读名牌大学并不丢脸，你生出这样的好孩子，他愿意自己挣钱，愿意独立，你才有脸上有光啊。就是啊，圣经上也说嘛，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是了，一天当就够了。就是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心里也要这么想哦。就是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了啦。而且牧师也说，我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哎，我今天整理家啊和车库啊，一发现好多东西，怎么不知不觉就买了这么多东西啊？牧师还说过呢，我们应该把家里不用的东西都整理出来，看看可不可以帮助需要的人。你把它卖掉，卖掉，卖掉建堂嘛，对吧？卖掉捐到教会来嘛。就是啊。对，我数了一下，我的照相机、摄影机有十来部了。没看到十来部吗？买这么多。我们家还有没开箱的了。你看，你看，怎么会不开箱？哎呀，我这人啊，就爱上网上兜兜，看见便宜的我就买了，没想让他在家里做点小生意，拿去卖了。这个也怪我。结果啊，他天天就去教会，早祷告晚祷告，就没见祷告出的钱了。哎呀，你看，样样事都可以怪到我头上的，但是你找股票、玩股票，股票也是呜往下跌。就是。对吧？其实我们要钱不就为了喜乐，为了平安吗？我祷告倒也是没祷告出钱来，但我祷告出平安和喜乐了。对呀、啊，平安喜乐这才是最主要的。哎，这一点倒是，
别说现在，哎呀，公司情况都不好，大家在公司压力也大。今天这个人被裁了，明天那个人走了，哎呀，每天在公司的工作压力确实非常的大。哎，回到家看见他我就想吵架，要不是他，哎呀，在我们家里有平安喜乐，这个架不知道吵过多少趟了。是的。哎呀，这个老婆祷告啊是最有用的。哎呀，我们的先生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呀。不过呢，我是这样想的，你说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如果心情不好了，身体不好了，或者把个家给吵散了，那可就糟了。是啊，是啊，是这样的。对啊，圣经上也说嘛，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对。哎呀，是啊，我看你们家，哎呀，做这么多菜，还有大龙虾，哎呀，太有爱心了，真是太有爱心了。哎呀，我听说你们单位的事情了，你同事老王我见着了，他今天回家跟太太吵了一架，好了，出去喝酒开车，我看见被警察给抓了。哎呀，这样架那是你们公司什么事啊？跟你什么事啊？男人嘛，怎么回事？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没关系，男人嘛，哎，不说也懂得的。哦呀，男人都要自己扛着的，这也是一种爱啊，他多爱你啊。说了说了，开饭了，开饭了，啊，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绝不加上忧虑。哇，阿门！他们太厉害了，哇，兄弟现在都会背圣经金句了呢，很熟了。哎呀，所以弟兄真是家里的头啊！别看他们有的时候好像软弱你一点，哎呀，关键时刻有时候就会忘了自己是个基督徒啊。有时候就忘了还有一位天父啊。哎，不过一遇到问题想起来也不错啊。就是来，我们吃饭。今天过年，什么是年？年就是一个怪兽，我们就要把这个年给打跑。今年的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年？恐惧、惊慌、忧虑，还有贪心。哎呀，贪心，还有抱怨。对, 对，我们一起来把年打跑，让我们用歌声来把年赶走吧。嗯，好，我们一起来。来，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里有神的同在，在神家过年真好。这里是神的家，这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在神家过年真好，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他担了我们一切的担子，他赐平安。在耶稣基督里。
得到这个生命，得到这个神家的温暖，在耶稣基督里。阿们。欢迎大家来神家过年。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话剧写得很好啊，歌唱的不怎么地，这个唱走调了，练话剧练了不错，歌后来没练好。我们现在那个欢迎舞蹈啊，雀之灵，我们这个用掌声来欢迎我们教会的啊，这个千诺团契的舞蹈家啊，千诺团契的。
感谢主。那个这个薛志玲还不错哈，他们都好像有点杨丽萍的真传似的。那我们下一个节目是这个还是倩诺小组的倩诺团契的三句半，我们把掌声给他们。来，三句半的演员呢，请到前面来。对，来来来，请到前面来，来上台上去。我不要麦克风。没法拿的。啊，那就放一个。来，小勇，放一个话筒。放两个。放两个。再放一个。宵都没睡，为着春节来聚会，准备欢乐春节是今天，喜乐充满在人间，享受恩典永无边。锣鼓一敲，站台前。四人来说三句半，与主一起过新年。进入喇叭都是年，齐来站在十架前，一年的恩典多又多。教堂的乐队显神威，请你们赶快齐来听，分享真理与福音。丰收华夏合唱团，声势浩荡唱赞歌，神州处处福音传。再看我们舞蹈团，喜乐舞姿翩翩转，普世同庆赞美主。神的儿女主调遣，齐来教会聚一起，喜气洋洋溢满怀。二十三来人团圆，米白无忘主恩典，谢饭祷告人人要。二十七来圣衣穿，圣徒之家年货办，开圣经啥都有。二十八来贴春联，神的话语写上面，魔鬼撒旦全消灭。三十最后剩一天，神的儿女表心愿，祈求人间无战争，丰收华夏迎新春，圣徒与主接新年，待到我主归来时千禧年。拿那边去。好，三句半不错啊，都他们自己编的，感谢主啊。我们教会这个人才济济啊，尤其他们这个倩诺团契啊，他们节目今天出三个，他们还有一个节目叫做舞蹈好日子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把掌声给他们，中国的民间大秧歌其实就是好，我们来欢迎。好，那我们请下一个是这个电影奇恩典准备啊，就是
好，好日子，感谢主，有主同在，天天都是好日子。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那个节目的表演呢，这个还剩一个，这是一个电影，现在都实行微电影啊。我们这个托米克拉团契呢，他们就拍了一个微电影，都是真实的演员啊，都是团契里的弟兄姊妹演的啊，大家看一看，我也没看过，听说不错。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我是阿才。大家好，我是海燕。我们是超级编剧。大家好，我是浮云。我是雅红。新年快乐，我们是才华洋溢的道具组。大家好，我是高霞。接下来你们要看的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泼妇是怎么被主改变的，请大家用心观赏。好了，拜拜。孩子小时候就得好好管教，教育教育，不然等大了就麻烦了。行啊，你教育就你会教育，你教育得好，那你把他们带到你那边去好了，带到你那里去教育好了。老婆，我要上班去了，你看见我的车钥匙了吗？我说过多少遍了，你钥匙要放好放好，你就是不听。你东西找不到才不奇怪，找到了才奇怪呢。不要问我，我又不是给你看钥匙的，丢三落四，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小牛，你看到爸爸钥匙了吗？你是不是又把爸爸钥匙藏起来了呢？对啊，因为我把你钥匙藏起来，妈妈就会骂你。你上次说我要妈妈骂你。你这个臭孩子，你又藏爸爸钥匙，我非让你的屁股揍烂，臭毛病了，不听话你。老婆，不要气，孩子的妈，你好好跟他说啊。你不想听啊？不想听就把耳朵堵上啊！你不是信主吗？你不想让我说，就让你的主把我的嘴巴堵上啊，让我别讲话呀。我这女儿什么都好，又孝顺又有能力，从大到房子，小到口红都能给我买，就是这张嘴，就是这个坏脾气。我看他这辈子都改不了了。哭什么哭啊，有什么好哭的，我就这样，就是遗传你，我改不了的。宝贝们，怎么又打起来了？耶稣不是喜欢彼此相爱的小朋友吗？如果你们谁愿意谦让的话，我就给他加十分。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大牛小牛重新和好，你就是爱，也让我们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弟，给你玩吧。哥哥，是你的，给你玩吧。嗯，那我们一起玩吧。嗯，好的。嗯，
小孩子这么小就打架，从小就要好好管教，不然长大了就麻烦了。是啊，妈，您说的对，你们这次来呀，任务可重大了，帮我好好管管他们，而且也要好好教教我怎么管他们。我从小就是你们管教的好，今天才这么有出息啊。老婆，看到我车钥匙了吗？钥匙我帮你放在门口的盒子里了，下次要记得放在那个地方哟，不然会花很多时间找钥匙。给你，老公。老婆，你真好，人美心更美。谢谢老公表扬，一路平安哦，路上小心开车，么么么。外婆呀，你有没有觉得你女儿变化很大呀？哎呦，这变化太大了，我这女儿啊，我不见她，我想她想得哭，可是就是一张嘴啊，常常说话总让我好伤心啊，总是先给人家吃一个糖，再给人家一巴掌，现在简直变了。个人，信耶稣真是太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我们把灯打开吧。感谢主啊，那个我们请诗班，我们最后一首诗歌，来，我们请诗班来给我们这个献唱两首诗歌。来，我们同工把中间这个可能要推到中间去，这个台阶。来 ，Peter， 小勇，推到中间去。好，我们看刚才看那个小剧好不好啊？来，高霞，请起立一下，让我们给个掌声。这个就是那个妈妈，很凶的妈妈，现在变得很这个温和的妈妈啊。感谢主，那老公也站起来，哎，来旁边的，来，王树民站起来。这个还有一个，他们家姓牛，不是姓牛，姓王，姓王，他们家有三头牛。这个刚才站的是老牛。还有一对双男孩叫小牛啊，小牛一个大牛一个二牛，还有一个老牛，三头牛。那这个高霞管三头牛也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刚才这个电影在正道神学院放，据说挺火的，他们拍的很特别，就是用下巴拍的，你们看出来没有？下巴牙齿嘴往下，然后这个放两个这个假眼睛一掉过来。就是一个人的样子，很有创意啊！感谢主，我们来欢迎诗班，请诗班到前面来，来，我们感谢主，欢迎诗班到前面来。
是我身上。可以可以。笑脸都彼此铭刻，染红恩墙。
说的太多。好，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谢谢诗班给我们献这么美好的诗歌。那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节目怎么样啊？啊，好，所以我们明年会更好，阿门。今天大家准备的比较仓促，不过看到我们教会人才真的是人才济济啊。我们有舞蹈家啊，我们有歌唱家，那我们还有戏剧家，我们还有编剧啊，我们的编剧编的也很好。那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时装模特，而且我们的孩子表演得更好，你们让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还有点时间啊，今天这大家真的给我不少时间，不过我不用那么多，我只讲十分钟就好了。我们到过年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是啊，今年的一生是蒙福的，今年一年是蒙福的，我们的一生是蒙福的。那么其实圣经中关于很多很多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到了天堂，他见到了这个彼得，那么好像彼得在天堂上，那么来管理天堂的一切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问彼得啊，彼得就说，你来到天堂了，可是你的生命中你有多少祝福呢？那人说我不知道，彼得说我带你去看一看。就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册打开了，那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祝福。那么这个人说，我怎么一条都没有得到呢？那彼得说，你从来没有求过。看来这个福气也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那我们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诗篇23篇，我们最熟的这段经文。那么在诗篇23篇说，我们看到说讲到了人生命的福气啊，在23篇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帮我把经文打出来啊，那个圣经的经文23篇，我先来读啊，弟兄姊妹如果看不到听我来读，这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熟的。就在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诗篇二十三篇都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的。那在这个今天我在讲到这个福气的时候，我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三个福气。第一个福气是灵魂的福气，灵魂之福。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的啊，我们跟世界一样。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灵魂苏醒。谁是我们的灵魂苏醒呢？耶和华是我们的灵魂苏醒。那么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的名字叫亚卫啊，原文那么翻译成中文叫耶和华。那么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啊。圣父设计救恩，圣子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救恩，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美好的救恩。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诗篇说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用一个这个羊群来比喻神的儿女，说一个羊群有一个好牧者是蒙福的。Amen。 如果一个羊群遇到一个不好的牧者会怎么样呢？那羊群就很悲惨了，对不对？那么不好的牧者，狼来了，牧人跑了啊，把羊丢在那里，对不对？那如果遇到一个好牧者呢，他会引导羊走到青草地，走到溪水边，遇到狼来了，他会保护羊群，他与狼搏斗。所以说神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他使我们生命中不至于缺乏。缺乏是人生的第一个惧怕。你想你怕什么呢？想一想，我们怕什么？我们怕缺乏吗？我们怕缺钱吗？对不对？我们怕缺爱情吗？我们怕这个缺儿女吗？我们怕缺和睦吗？我们人生太多的惧怕。我不知道你今天怕什么，你在过去的一年你怕什么呢？我们常常的担忧啊，我们为我们的工作担忧啊，我们来到美国有没有保障呢？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呢都是赚钱赚钱赚钱，那美国人呢都是花钱花钱花钱。中国人有钱花钱，没钱借钱，美国人有钱没钱借钱，有钱也借钱。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生命好像不一样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每一天，就为每一天活啊。如果你想到明天后天明年后年，你这一代下一代，那你一定你的方向是错误的。你要想到神在你一生怎么引导。所以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福气就是叫什么叫福禄寿，对不对？那福是什么呢？福就是什么都不缺乏，就是不缺乏。那禄是什么呢？禄就是做官。那寿呢，就是长寿。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神，这些都不见得是福气。官做得高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现在官做得越高跌得越惨，对不对？周永康做得高，薄熙来做得高，那又怎么样呢？钱他们也都不少，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度过余生。所以弟兄姊妹，认识神首先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于缺乏，因为他引导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们可以安息在水边。那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我就常常想到这句话太宝贵了，弟兄姊妹，灵魂苏醒。你看有的人他走路的时候，你看他穿的也不错，他开的车也很好，可是你看到他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对不对？看到一个穷人的时候，他没有怜悯之心，看到一个需要帮助他没有帮助，这些人都是灵魂都是沉睡的，沉睡的。可是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灵魂得到了祝福，我们灵魂苏醒了，我们苏醒了，我们认识了神的爱，我们看见了神的爱，我们也能够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从我们生命中活出爱。阿们，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看了一个小品呢、啊，那个电影啊，看到高霞哈，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是个凶婆娘啊，对不对？好凶啊，不仅对这个儿子凶啊，对老公更凶。我告诉你，你都没见过。有一天我们说一件什么事儿了，她说老公，如果是我的老公，我就砍死他。我还在那儿，他要砍死他。啊，这好厉害！当然，我们知道他不会砍死他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但是信主以后，哇，进入神学院了，现在做神学生了，哇，每天都被人家塑造破碎啊，被破碎，破碎破碎。现在变成了好妈妈、好妻子，而且还开放家庭啊，来祝福了很多的人。那么也带了很多人信主，大有热情的传扬福音。我们感谢主，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一遇到神，就会改变，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改变，我们都会改变。对你旁边弟兄说，你会改变啊，你会改变，因为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就灵魂苏醒。我们灵魂苏醒的结果就是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什么叫义路呢？义路就是正确的道路。人的一生选择的道路不同，结果就不一样。有的人走神的道路，有的是按照自己的己意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看到走自己的道路的下场都很悲惨，走神的道路都是祝福。你们，你看我就走了神的道路啊，感谢主。我又不走神的道路，我在国内我也做官了，我做不了周永康那么高，我也能做一个县官或者是什么一个州官。那现在呢，也许就坐牢了，你知道吗？我的同学现在一半坐牢了，另外一半正在等待坐牢，什么时候坐牢不知道。那来到美国看到我呢，都觉得哇，你好蒙福啊，你晚上竟然敢走夜路。你知道他们都不敢走夜路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很有钱，那个也很有地位，也很有名声啊，他不敢走夜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怕人一棒子嗨死他，你知道？你说他们做多少恶你都不知道。那他觉得哎，我在我们的院子里晚上在他散步，哎，他说你就敢一个人走夜路啊。我说这个有什么？美国没有关系吧？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我们既没有贪钱，我们也没贪恋别人的房子和牛驴，对不对？我们也没贪恋别人的妻子，那我们为什么不敢走夜路？当然敢走，跟着神，我们走义路的，我们就没有惧怕。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神的道路啊、是一个通往永生的路，神的道路是通往祝福的路。神的道路是改变我们生命的道路，我们不要走自己的道路，我们要走义路，走神的路。哈利路亚！所以圣经接着说，他是我们的灵魂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在第四节看到说，这是一个患难之福。你说牧师真奇怪，患难怎么还有福气呢？我告诉你，人没有患难，人不懂什么叫福气，啊，人经过患难才知道什么叫做祝福。圣经说，这个苦难与我有益，让我知道主的利率，让我知道你的利率。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生命遇到了一些的患难，我们才开始学习珍惜。你比如说你患难了，啊，你有了病了，你才开始珍惜你的生命，明白？你没有病的时候，那你胡吃海喝。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吃啊喝呀，啊，喝完就去吐啊，吐完回来再接着喝，啊，你看到这种情况很多，啊，最后把身体喝完了，有一天才发现，啊，我们打麻将一打就打16圈，8圈还不够打，16圈，啊，一打就十几个小时不睡觉，啊，不睡觉，这些都是不信主的人做的，信主以后不打麻将。我告诉你，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打麻将的。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打呀。我每次打我都输，我没有赢的，你知道吗？我在我们家打麻将，我都是输的。当然输也得打。可是信了主以后，感谢主，我一碰这东西我都恶心。我看到这东西，我就想到那些肮脏的数字、金钱的钱，摸得很臭，都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一个人信了主了，他就知道神让他走生命的道路，我跟你讲，我过去我去拉斯维加斯，我去布道去，我又是带我妻子孩子，我的儿子很小，那时候艾伦很小，啊，艾伦就说啊，爹地，我们要不要到那个拉斯维加斯去看一下？我说我不能去，我们讲完道，我就在拉斯维加斯布道，拉斯维加斯啊布道，布完道了，旁边那个马路上全是漂亮的楼房，
啊，那些地方孩子们当然喜欢呐，那么好的灯光，还有那个水舞，你看过哈？儿子想看一看，我说我不能去，啊，不是说我没有进去的权利，我可以进去，我不会赌，但是我就告诉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从赌场里出来，被布道会哪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看见了，说你看牧师布完道就来赌博了，他不知道我是带着孩子来参观。我说如果让别人跌倒，我宁可不做。我说好，儿子，咱们就在路上不下车，我开你走过去，到水边停一停，到哪儿看一看风景就好了。所以做牧师的孩子也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孩子很理解，我很感谢主，我们有不进去的自由。我就觉得拉斯维加斯有什么吸人的呢？我们看到世界的金钱的恶臭，啊，闻到的都是金钱的臭味儿，看到的人都在那赌赌赌，都说人都失去人的样式，知道吗？你们还记得那个刘永宁弟兄吗？到那个拉斯维加去赌，一个晚上就赢了200万美金，啊，厉害吧？赢完了以后就人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200万美金一个晚上赢，那走路都看天，啊，都不看地。神气，见着一个中国人，不管日本人说压一把，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就这么神气。说大家都叫刘大哥，哇，了不得，输了算他的，你下多少输了算他的。结果到最后怎么样？玩了一年，你知道吗？最后累吐血了，赌博能累吐血，啊，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哦。总统套房一年没住过几小时。每一天一天20个小时赌赌赌赌，最后累吐血了。医生说顶多能活一年，他还能活一年，你会累成这个样子。后来回到国内去跟老婆吵架，欠了不少钱，老婆给还真有钱，给他200万美金，说就这200万美金你赌完拉倒，全家财产全没了。他回到美国，感谢主，没有去赌的时候就到了多伦多，加拿大温哥华，到温哥华住在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在国内是什么坏事都干的，啊，跟他差不多，他说跟他一样，啊，他们是行贿、腐蚀党政官员，啊，他说那些党政官员都主动朝他要钱，不行贿都不行的，你知道吗？别人要给都不敢要，他就主动朝他要，就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你明白这意思吗？啊，然后那个人他俩坐在那喝酒，正喝酒呢，有人敲门，那人说牧师来了，赶紧把酒藏起来。他说牧师是干什么的？你那么怕他干嘛？你连公安局长都不怕，你怕他干嘛？啊，那个人说这个牧师带我们查经啊，这个不能看着我们喝酒的，你躲屋里自己喝吧。他就出去到外边就把大家欢迎过来，就刚才像看我们的话剧小组就开始聚会，聚会人家就唱歌查经，他在里边越喝那酒，他说那酒越喝越没有味道。喝喝就感觉到像苦酒一样，就外边唱歌他觉得越来越甜美，你看这都奇妙啊。他就把酒杯放下推门出来说还有个人呢，啊，他说那就一起来聚会吧，牧师说那我们一起来唱歌吧，然后大家就给他传福音。他说这个我需要有个信仰，我要没有信仰我这人就完了，所以这个耶稣我听你们的，我在屋里听你们外边说挺好，我下次来我就信，我信了我就不会再走了。你看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了，夫妻两个一起受洗，生命改变。我告诉你，信主了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戒了三个东西，他戒了烟，啊，戒了药，他还吃药，你知道他不吃药不能睡觉，啊，还戒了赌，你知道吗？有一天他要去赌，牧师说，他说这次他一定赢，他赌球，世界赌球的就中国赌球从他开始。赌球一个电话几千万几百万几亿都可以的，一个电话就可以不用拿钱的，啊，但你不给你命就没了，全家命都没了。所以他就拿起电话说中国队进入了这个世界锦标赛足球队，他赌中国队3场都输，他赌中国队跟巴西队是8-0，你看他赌得多准呢，啊，巴西队踢了中国8-0，你们记得吗？他就觉得他赢输这几千万全会捞回来，他把那200万就嗨进去。在他赌之前，他打电话给牧师征求牧师意见，说牧师，我这次一定赢，我赢了我就不再赌了，我把赢的钱交给咱们教会建堂，好不好？那牧师说，教会建堂的钱是圣洁的，神会给的，神不要这个钱。第一点，
第二点，你不要再赌，你只要是不想赢你就赢了。这句话他想了好久没想明白，不想赢就赢了，想赢就输，你明白意思吗？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按照自己想赢啊赢啊赢啊，我们得到全世界，耶稣说得到全世界丢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感谢主啊，这个弟兄改变，他没有赌，他没有赌，他看着巴西队踢了中国队8-0，哇，他说我要放进去那几百万就回来了啊，然后看到这个3场球全是按照他的想法，因为他是搞足球，原来就跟赵本山在一起搞足球，啊，他们俩邻居。他说赵本山那个电话是88，这车牌子是8888，他是9999，就是这样子，好朋友。我说那应该向赵本山传福音呢。他说他有一天，啊，会的，有一天他不行了，都输光了，他就信主了，你看也现在也快差不多了，你知道吗？你看到没有？跟着神走道路，不管我们生命如何，我们的身体如何，我们都可以得胜。那我们这个弟兄呢，现在做了牧师，啊，做了牧师，传福音，教会很兴旺，啊，没有读过中学，不要说大学，中学都没读过，小学毕业，但是生命完全改变，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你们，我到温哥华去，他们教会讲道，哇，人都挤不过来，多的，啊，多的，他这个。天天的就是读经祷告啊，这个探访关怀。沈阳的报纸说那个刘永宁啊到美国悔改了，信耶稣了，天天包饺子送给大家，买个大客车拉人去教会啊。其实这都夸张，什么大客车，就梅利万嘛啊，就拉人去教会都是真的了。他说包饺子，说一年包10万个饺子送人啊，为了让人信耶稣，人吃了饺子不好意思不信。他说10万个没有了，3万总是有的。他真的是每一天没事就包饺子，然后就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东北人会包饺子吗？你会看到一个生命改变，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走神让我们走的道路，在患难中也不要惧怕。不管我们今天疾病，我们还是软弱，还是夫妻关系争吵，我们都不要惧怕，我们把它交给神。在新的一年，我们把我们家庭交给神，你们，把丈夫交给神。你不满意你的丈夫吗？那你不要你管教他。你管不了，上帝没有让你管教你丈夫，上帝让你顺服你丈夫。可是上帝告诉你说，他可以管教你的丈夫，阿们。他管比你管有用，你管就是吵架，上帝管他乖乖的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姐妹的要学习聪明，把你的老公，你就祷告说，主啊，这老公不太好，我交给你了，你把他塑造好了再还给我，阿们。你不能一脚踢出去，那个不行，啊，这个不行。我们做弟兄呢，如果你不满意你的妻子，你要想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命。耶稣为教会舍命到什么程度？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句怨言都没说，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自己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妻子不满意呢，我们就效法主耶稣基督，为主跟主同钉十字架，宣告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我们人都是有脾气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越来越完美，学习完美，做好丈夫。我听说今天我们情人节啊，很多丈夫没有给我们的妻子买鲜花，这个要悔改，现在就对你妻子说对不起，说没买的，没买鲜花的，再跟你儿子对不起，这个不对的嘛，对不对？要买鲜花嘛，也不贵嘛，从9.99到99.99，那不一样嘛，你买多少是个心意嘛，对不对？请妻子吃饭正常的，又花你们大家钱，又不是你自己的钱，你怕什么？吃呗，什么贵吃什么。我告诉你，你要天天吃贵，你老婆就不干了，你知道吗？有一天说别吃了就得了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来到美国了，这个学习浪漫，过情人节给妻子买一束花，大玫瑰送过去，妻子看了脸就绿了，说买这干嘛，这么贵，这能买好几箱白菜。你看，我跟你讲啊，慢慢的妻子就懂得过日子了，别担心。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建造蒙福的家庭，阿们，哈利路亚。丰盛华教会要愿建造蒙福家庭的举手啊！我们要宣告咒诅都要打碎，所有的搅扰离开我们的家啊！要在患难中，虽然我们夫妻关系不完美，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完美，靠着耶稣，阿们，哈利路亚。不管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我们也不要惧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经过死荫的幽谷，圣经说我们都不要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杖和竿，牧人的杖和竿，有时竿是杖是击打的，有的时候我们被管教的，我们生命中有问题有盲点，神会管教我们的，神通过一些的患难管教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一个车祸，可是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讲见证，虽然车坏了，可是神保守我们生命，我们感谢主。但是这个车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一种思考呢？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任何事情出现，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我知道都有神的意思。你们不要老盯着那个失败，那个失败是有神的意思。神为什么让这件失败？是让你告诉你这条路可能是不让你走，让你走另外一条路。神给你关上一个门，他会给你开另外一个门，那个门是他让你走的路，不是你要走的。因此有的时候不要怕，我们过去遇到一点点的失败，我们觉得完了，怎么就完了呢？因为我们有神嘛，他与我们同在嘛，我们不怕遭害嘛，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嘛，在死荫的幽谷他会带领我们走过去的嘛，人生怎么能都是阳光大道，不可能的嘛。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我不知道，但神知道。我们只要每一天为主而活就可以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不管我们过去一年经历，我们公司上有难处啊，国内的生意遇到困难，还是我们家庭婚姻啊有一些的张力，还是我们儿女教育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交给主耶稣，你们哈利路亚，交给他。圣经说他顾念你，你都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从不要自己背重担。那么第三点呢，是一生的福气，一生蒙福，一生蒙福。你看看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叫宣告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嘴呀不太会说祝福的话。我们说，哎呀，我们真倒霉呀，我们去年真倒霉，我们某件事情多倒霉，什么事情就临到我。我们不要这样讲话，我们要宣告说，我一生一世，我每一天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阿们，哈利路亚。每天早上起来讲第一句话，一定要讲祝福的话，因为我们的嘴是能力，话语是能力。阿们。我们老说咒诅的话，老咒诅自己，看着孩子早上起来不舒服，说哎呀，这孩子怎么今天这个样子，不好好念书，永远没出息。你老这样说，他不就没出息了吗？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班机啊，这个班子孩子是最差的一班孩子，那后来这个班呢却是出人才最多的一个班级。为什么呢？就在中学时他们遇到一个好老师，那这个老师来了以后就跟别的老师不一样，老师批评说，你咱们就不如别的班，你看你们这个样子，你们学习不好。这个老师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来表扬他们，每一天表扬一个人的优点。所以这个老师就通过4年的时间把每个孩子的潜质发挥出来，他嘴里从来没有批评这个孩子，他都是祝福这些孩子。这孩子后来都成长起来了，都成为商界的政界的著名的领袖。可是这孩子们在一起回忆起来说，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变的呢？原来我们遇到一位好老师。弟兄姊妹，我们遇到一位好耶稣，你们好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遇到他，他给我们生命都是祝福，他肯定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中，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他救赎了我们，在我们人生走到迷途之中，他引导我们走义路，走义路。在我们人生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行走时，他用他的手缠拉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台阶、每个小站、每个困难。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是我们何等蒙福的开始。所以圣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哈利路亚。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前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困难，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诗篇23篇，是100诗篇，这个150篇中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可是我们读了，我们有没有仔细思考呢？我今天讲了3个福气，是不是？第一个灵魂之福，第二个患难之福，第三个是我们一生之福。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他便是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智慧是何等有限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知道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今天感谢主，在新年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站起来来讲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我们都讲很多很多。因为过去的一年，他真的恩手引导了我们。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年啊，是一个征战的一年啊，也是得胜的一年啊。我搬到洛杉矶已经快10个月了，师母是9月份过来的，到现在已经也差不多4个多月了啊，5个月了，4、5个月了。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高山低谷，但是不要怕，经过很多，我们眼前就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迦南美地。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开始祷告，也许我们下个月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聚会了，也许我们这个上帝会给我们更好的地方。我们要祷告，我前天在祷告会中礼拜三我说，我们已经看到8人大的云彩，这个云彩很快就变成倾盆大雨，上帝的恩典像恩雨就会降下啊，赏赐给有信心的人。你要记住啊，神的恩典会赏赐给什么样的人呢？谦卑的人啊，谦卑的人，越谦卑越能认识神的恩典，越谦卑越能看到神的爱。你们哈利路亚，神不喜欢骄傲的人啊，神喜悦谦卑的人啊。那么神的恩典给什么样的人？神的恩典给单纯的人啊，给单纯的人。神不给那些狡诈的人，神的恩典是要临到那些单纯的人。神那样临到哪些人呢？神的恩典要临到那些凭着信心来寻求神的人。所以圣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耶和华的殿就是今天的主的教会，主的教会，我们在主的教会里边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主的教会里边也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啊，也建造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能为成为一个不仅蒙福的人，也能成为一个福分从我们能够流淌出去的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啊？这首诗歌好几个版本，有一个中国的版本，咱们唱过新年我唱个中国的版本，你们跟我唱好不好？那我们把那诗篇23篇打出来啊，那个来投影，把诗篇23篇能不能找到？诗篇23篇清新，那个潘鑫，找到了哈，我们有那个经文的啊，诗篇23篇，这首诗歌呢很容易唱，我唱一遍，大家跟着我学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听过没有？谁会弹这首歌？李春会不会？耶和华是我是我牧者啊，他必不使我们缺乏，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来来弹前奏，没听到你调多高。萨法米莱拉豆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福，我已
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唯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耶和直到永远。你们好了，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可以来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将你的恩典慈爱彰显出来，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儿女，也在我们的教会之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宣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新的年，我们要宣告过去的一切的失败都离开我们，一切的沮丧，一切的捆绑都被打碎。耶稣的爱要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哪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去年我们经过很多的困难，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放下，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你，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来，我们请思琴继续给我们弹这首曲子，哈利路亚。还有哪一位愿意说，主耶稣，我愿意，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因为知道你顾念我，让我在新的一年不再背重担，让我放下一切的重担。感谢主，请放下。如果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说今天晚上我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为你祷告。有一位，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接受耶稣基督。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哪位你说，主耶稣，我就在这此时此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的宝血会医治我，让我的新的一年我的身体被你完全的医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你都看到了，求你的祝福就从天而降，临到他们，临到他们的家庭，临到他们的儿女，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彼此说新年快乐，耶和华的祝福要临到你，耶和华的祝福要临到你，感谢主耶稣，阿们。啊，我们有三位姐妹信主啊，我们这有两位姐妹，后边一位姐妹，你们俩先不要走，先不要走，哎，等等，先坐下坐下，我还有通知，等一下啊，我们还有祝福啊。那我们明天上午呢，礼拜六的上午呢，我们有门徒训练，啊，有海外校园的华新牧师的这个师母高青林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带查经，啊，如何来带这个查经。那我们如果啊，各个牧区，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来学习啊。他不仅是带查经，你学完了，你也自己能够查经，自己就能够读得懂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叫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9:45到老教堂，到老教堂，欢迎弟兄姊妹都来，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散会了，大家一起来起立，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相聚在一起来赞美你，来称颂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属天的祝福，给我们无限的恩典，给我们。